然后吴章宇买了点鸡爪，今天做一个香辣凤爪，把这鸡爪这个指甲剁掉，然后切成切一下，分割成小块。准备点这个辅料，切点蒜苗、香芹，还有藕。准备点这个葱姜蒜。冷水下锅，把这个鸡爪焯下水，加入点料酒。鸡爪焯到水以后捞出来，锅里边做上油，把那个莲藕炸一下，把这个莲藕条炸一下，锅里边留有底油，把这个葱姜蒜炒香。葱姜蒜炒香以后，放入这麻椒、干辣椒，放入一小块的火锅底料炒化。火锅底料炒化以后，把这个焯好水的这个鸡爪倒入锅中。烹入料酒，倒些生抽，添入清水，汤里边放入点黄油，调入点盐，少许白糖，来点胡椒粉，开了锅以后呢，烧20分钟。如果喜欢吃稍微软一点的，再多烧个3-5分钟。落网那么快啊？快，我一会儿一月底。咋把那滚儿呢？烧完这儿以后，把这个莲藕放进去，芹菜，最后把蒜苗放进去。这叫什么鸡爪？烧腊鸡爪。麻辣鸡爪。嗯，说完带的头吃。老套是吧？
给烧个炕，我烧走了。嗯，成都都是这样。我买这辣椒都不是辣的，你要辣的辣的，嗯，那个是就是，你就尝火锅底料口什么的，嗯，那口人了吧，口味儿。